轻动力新里程碑 Toyota 水冷氢燃油引擎。根据 Toyota 日前公开的一项专利，该公司研发出一款水冷氢燃油引擎，为高性能的替代动力车辆开启新的大门。这项创新标志着 Toyota 在替代燃料动力的追求上勇于踏出电动车的主流，开拓高性能前进燃烧氢燃料引擎的新领域。与化石燃料相比，氢燃料燃烧后只会产生水蒸气，完全不产生任何污染物。但氢动力的吸引力不仅仅在于环保，其储能密度远高于电池，意味着更长的续航里程和加注时间。然而，利用氢能也存在诸多挑战，建立完善的氢动力基础设施仍任重道远。氢加气站远远落后于汽油和电动车充电站。在这背景下， Toyota 的新技术无疑是一线曙光。该技术中的关键要素策略性水喷射阀、双重喷射正时蒸发管理，代表了氢燃烧引擎在解决热问题上的重大进步。通过精准水喷射动态调节引擎温度， Toyota 的技术解锁了高性能氢燃油引擎的潜力。这项突破充分展现 Toyota 对氢能源愿景的坚定承诺，并为汽车业在寻找零排放解决方案的道路上注入新的活力。在许多专家看来，氢燃料不仅是电动车的完美补充，也将推动汽车的下一个进化阶段。 Toyota 的水冷氢燃油引擎为高性能氢燃料引擎奠定了坚实的技术基础。该公司表示，这项技术可令氢燃油引擎功率大幅提升，并具备与电动车媲美的动力性能表现。尽管氢能基础设施仍有待完善，但 Toyota 的持续创新为氢燃料车辆的大规模商业化应用埋下伏笔。该公司计划在未来几年内将此项技术应用于其客车和商用车，并期望能打造一款高性能氢燃油跑车。 Toyota 的水冷氢燃油引擎证明其在追求零排放和高性能之间取得完美平衡的决心。这项创新为汽车业注入新活力，也为人类迈向可持续发展的未来点燃新的希望。随着各方持续努力，氢能源愿景有望在不久的将来成为现实。健康生活编辑部。谢谢收看。健康生活关心您的生活健康。请订阅、点赞及转传。